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五哥。啊，今天呢，我又培育这个蜂王。啊，要想培育出优质蜂王的话，我们首先一定要对蜂群进行奖励，包括奖励花粉跟奖励糖浆。我这是茶花粉，用来喂蜂。我已经用那个蜂蜜泡软，然后我就把它放到这个糠梁上。要想培育出优质的蜂王的话，需要这个蜜跟全都非常充足。说呢，外界也有，但是我们呢，这些奖励啊，它效果更好。我把花粉呢放到这个糠梁上面，我这全是一蜂标准的蜂箱，原来是七筐蜂，我分出两筐之后，然后我就再收少一筐，你看一网筐在这。看来这个蜜蜂呢挺喜欢吃这个花粉，看，对吧？都在抢着吃这花粉。下一步呢，我们还要进行这个试喂一个糖浆。这糖浆呢，最好是在晚上来喂，没那么容易起到蜂。那晚上的话，我就不拍这个视频了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先到这吧。喜欢优质蜂王的朋友，请关注一下。而且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呢，